十七福茂讯太阳花，就是展现台湾公民的力量。也许上帝在哭泣，也许菩萨也在生气，虽然激情犹如浪花，且不管这份情是否短暂，化成监督条例是永恒，让我们捍卫民主台湾。你是否愿意到那海外太阳花，随着太阳升起照亮黑夏？你是否愿意到那海外太阳花，守护民主自由台湾？十七福茂学运太阳花，就是展现台湾公民的力量。也许是学生给的真，也许是教授给的力，虽然激情犹如浪花，且不管这份情是否短暂，化成监督条例是永恒，让我们捍卫民主台湾。你是否愿意到那海外太阳花，随着太阳升起照亮黑夏？你是否愿意到那海外太阳花，守护民主自由台湾？守护民主自由台湾。